I'm dreaming, and in my dream I see your eyes. They fill my heart with heaven. I'm flying, and in the sky I see your eyes.一般拍完写真之后呢，影楼的后期师都会把你 P 得完全认不出自己来，所以季老师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自己更懂自己怎么 P 才好看。步骤很简单，我们先把脸 P 好，液化和磨皮当然是少不了的。 P 脸的话，我会经常用 FaceTune 这个软件，先把脸上的痘痘给去了，然后我们用平滑工具把皮肤磨一下。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液化啦，把我的手P 的细一点，顺便丰个胸，然后把头缩小一点，然后垫个鼻子，搞定。前后对比一下，堪比整容了好吗？然后就是调色环节啦，这次要用到我的新宠 Pigtail 系列。这个系列好像有4个 APP， 然后安卓也是可以用的哦。莫吉托鸡尾酒这个色调每个都挺好看的，而且差别都挺大，一个个试过来其实也挺难选择的。最后调了3个比较小清新的色调，哎，真是愁死我这个选择困难症了。